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，著名相声演员于谦。不敢。好啊。是吗？哪儿都好。哦，台上好，台下人性真好啊。我这是好吗？这个怎么了？您这都脆上了。没有，刚才飞进来一蜻蜓。嗯，你信吗？我那飞机蜻蜓被您飞机了也撞死您。为什么跟他这么逗呢？啊，哥俩交情好。哎，有交情。就这一后台啊都算上，连老带少啊。啊，我们俩人关系最好。啊，对。是吗？有交情吗？既是师兄弟啊，也是好朋友。啊，还是好朋友。对，跟别人可能就是周六周日剧场见面。啊，跟他嗯，一个礼拜不见不见的三四回。哎，老得见，说打电话喝酒去啊！你不去行吗？聊天吗？人去了啊，坐那儿喝，一喝就多啊！实话实说，嗯、啊，一喝就多。我酒量不大，好啊，好，喝多了还好。宁学喝酒醉，不学下棋心。这怎么讲？喝酒都劝对方多喝啊，下棋都憋着把对方赢了。对吗？都动心眼儿，心歹。对对，这个说实在的，嗯，每次喝酒，基本上来说吧，嗯，都得喝多，他自己灌自己，实诚人。来来，喝一口，嗯、来喝一个，嗯，像这个实诚。今年春天，嗯，那乐子都大了，我们俩出去喝酒去，北四环边上有羊蝎子，非说那儿好啊，嗯嗯，去了，喝吧，一会儿喝多了，嗯，喝完了呢，能说吗？您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漏酒，漏酒，怎么叫漏酒呢？喝完之后，他得出去方便一下。啊，嗨，这叫走肾，是不是啊？对，洗手间都满了。啊，上外头吧，天儿也黑，外边大雪地，都下了雪，没人。啊，他出去站在外边草地上。嗯、啊，把这夹克这拉锁一拉，哗，尿完了，回来了。啊，回来还说了，外边冷啊，我这腿嗖的很，不像话。您的喝多了，喝多了拉拉。当然我也喝多了，我也喝多了啊。人家他要送我，我答应了，我要开车送你去。嗯、啊，我要是没喝多，我敢坐他车吗？你喝的也不少。哎，对对，我坐这边，他开着车，开了70米，自个儿纳闷，哎呦，这大灯怎么不亮呢？啊，啊，下车吧，一看呢，机盖子掀着呢。嗨。全挡上了，那就、啊、我也劝他，这散热快这样啊，有这么散热的？哥俩好啊，啊，为什么说了哥俩好呢？人与人之间的交情，嗯，这东西很主要。对，今天的观众好多都是朋友之间，是，有恋人之间，嗯，男朋友女朋友，哎，也有的是普通的朋友，嗯，有要好的哥们儿。对，我们拿您就当朋友，啊，都是朋友嘛。别看我们在台上站着，跟您，咱们身份一样。哎，不管谁高谁低，没有、嗯、进了这个屋没有。是，你甭管你是大企业家，嗯，什么银行家老板，哪大老板是吧，什么大画家大诗人，嗯，是吧，武术家，嗯，非洲哪个国家的娘娘是吧，啊，哪个部落的酋长是吧，这个甭管您是哪儿的，到这儿来，嗯，咱们一概平等。对，台上也是，慢说我们不是著名演员、嗯、不是艺术家，不是角儿，不是腕儿、哦、普通演员，就算我们是个著名演员吧，嗯，也得跟您平起平坐。那是谁不高谁，谁不低谁，衣食父母。人活在世可以没有亲戚，但是不能没有朋友。哎，您这话对，是不是啊？是这样的，非得有朋友、嗯、当然了，朋友这个跟朋友可不一样，这还有区别吗？有的朋友之间是勾心斗角，互相利用，那不好，不足取。嗯，还有的是狐朋狗友，这是来吃吃喝喝都行，这一块聊天，走吃饭去，吃饭喝酒，这都去、嗯、一到有事了，于谦出事了，于谦打死人了，都跑。我怎么了？我就打死人了？我就说这意思，就说这意思啊。啊，这个朋友不能交。哦，出事就没他了。按过去来说，真正交朋友得上谱，这还有谱。哎，一跪一见交情乃现，一死一生乃见交情、嗯、穿房过屋妻子不避，得有托妻献子的交情。那您这还一套一套的，这是学问。怎么讲呢？你看我给你好好说这个啊。您说一说。我给你讲讲，我原来是搞科学的，我就研究这个。嗯，
是吗？啊，您这科研项目还老变，科学是很严谨的，你知道吗？您再讲讲这个，一跪一见，交情乃现。这怎么说？普通的朋友，有这么两句话啊：鸟随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自高。怎么回事？鸟随鸾凤啊，我就是一只小麻雀，就这么大、哦、小鸟。您不一样啊，我是你是个大鸟啊？怎么个鸾凤？凤凰，大凤凰啊！比如说，嗯，这个凡鸟啊，都要到西天朝拜如来佛去。嗯，我要是去，麻烦大了。您翅膀打开了这么大，呱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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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且扇且扇不到、啊。你不一样，大鹏鸟、大凤凰，那翅膀打开了啊，嗯，夸嚓夸嚓三五下，你到了，你很轻松，你就上西天了。啊，嗯、啊、哎，我就是死的比较脆。嗯，会干嘛？上西天朝拜，见佛祖去。对对，我要想去怎么办呢？啊，我就叼着您尾巴后边一根灵毛，借你的劲儿，跟着一块儿去了。哦，你也就到了。今儿没带着啊，今儿没带着。没有啊，这不比喻吗？鸟随鸾凤飞腾远。哦，人伴贤良品自高，人要和贤良的人在一起，跟好人在一起。我为什么跟你在一块儿？这是你是贤良。您太客气，你就是贤妻良母，还贤妻良母啊？这是最基本的啊，所以才有了一跪一见，交情乃现。哦，那么还有是听不清楚吧？嗯嗯，一跪一见，一跪一见，哎呀，这个说不明。举个例子啊，您说您再拿我来说啊，我不是说相声的郭德纲，您是？我是一个下岗工人，哦，没工作，家里条件很困难，嗯，住的房子也很困难。千疮百孔，赶上一下雨算要了亲命了。怎么？外边小雨，屋里中雨。嗯。外边中雨，屋里大雨。哇！外边大雨，屋里暴雨。嗯。有时候雨太大了，全家人都上三环上避雨去。没听说过，有上外头避雨去的吗？吃上顿没下顿，那没钱就完了吗？我父亲那个腿被车撞了。哦，还不好。司机跑了。哎呀，老爷子常年卧床不起。瘫床了，我媳妇儿有病，不能上班去。您瞧瞧，孩子等着上学，没钱交学费，我又下岗，嗯，家里没辙，太惨了。十冬腊月，大雪纷飞，全家人在屋里待着出不去，哦、就我有一身衣裳，他们都裹着被窝待着，好嘛。我数了数，地上有12个煤球，啊，什么都不够。不够烧的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我得出去奔去，挣钱去吧。外边那个样的天儿，我穿着很少啊，上面穿着一个塑料的皮大衣。有拿塑料做皮大衣的吗？袖口这有一两棉花，还有点棉花。穿着一个短裤，短裤，磕膝盖以上、嗯，穿着一双塑料的凉鞋。什么天儿啊？这是背着一兜子啊、嗯，攥着2张。81年的北京晚报啊，打开门，呜，刮风，风刮的脸上跟刀子似的，冷啊，雨里边夹着雪、嗯、落在地上啊，说湿不湿，不湿又滑、嗯、顶着风往外走，手里举着报，81年北京晚报，卖报看新闻呢 啊， 啊，四人帮被粉碎了、哎什么新闻呢？这是有药的没有、啊？没有。顺着河边往前走，顶着风。嗯。二环路上车水马龙，回头看万家灯火、嗯。天下之大，哪里是我安身之所呀？死的心都有啊！一想到家里上有老下有小，嗯，等我卖了报，给他们买吃的。我死都不能死啊！嗯，往前走吧，走吧。走着走着，有打对棍于谦来了。哦，碰上我了。开着车，哦，好车呀。哦，全亚洲就一辆。是啊，您开着了。你是一个跨国集团的大老板，有钱了。很远处开着这个车，嗯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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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三蹦子来呀！比那个大，比那个大。嗨。那也是三蹦子呀，那个很好的车啊，黑色的商务车、哦、啊，前排就
就坐着驾驶员一个人。啊，对对，你坐在后排很有身份呢。嗯，你那个方向盘跟别人都不一样。怎么了？我们的方向盘都是圆的，有一胶皮套。对，你是纯银打造的。哎呦，长的，啊，两头弯下来，攥着，嘟嘟嘟嘟嘟嘟，还是三蹦子呀？这个德国机器，嗨，哪儿的机器也是仨轮的呀？这个来到我跟前儿，一眼瞧见我了，你吩咐你的司机啊，你也找。刹车都没有，车门一开，于谦蹭就窜出来了。我司机后边来着你，哎，这司机出来遛狗来了，这是不是？你随身腰里边带着个大金链子，140来斤呢。我给自己带家呢。司机后边给你揽着，站在我跟前，我睁不开眼了啊！珠光宝气，这个人是啊，整个这脑袋上边啊。耳朵上戴着大金圈，哦，半斤一个，啊，鼻子正当中打一大银圈，啊，嘴上打着什么这个珠子那个珠子，哎呦，眼珠子抠了一个换金的，啊啊，这不是糟吗？这不是，穿这身西装啊，没个3-5千万下不来呀，那么贵啊，站在我跟前啊，看着我乐，哈哈哈哈哈，乐，我不敢说话呀，您吓着了。贫富悬殊太厉害了哦！我是一个什么人呢？要死都死不成的人呢？人家是什么人呢？啊！站在跟前我傻了，不敢，我恍惚看出来是于谦，我不敢说话呀，不敢认了，张不开嘴呀！啊！你打破了这个尴尬的局面。我说什么呀？父亲，你好。哎、等会儿，父亲你好。对对对对，不，要不你父啊，别说了，我这没有这么贱的，知道吗？我为打破这尴尬局面，我降一半啊，我。不至于，小的时候咱们在一块儿玩啊，玩过家家，你小，我比你稍微大一点，啊、你就为糟践我，管我喊父亲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么糟践人呢？我就说着意思，说着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父亲啊，行，别叫了啊，好说就完了、嗯。还认识我吗？啊，我说您恕我眼拙，嗯、啊，您是，哎呀，我是儿子呀，嗨，别往下拎了啊。这小时候这么一说就完了，他闹不清楚，就清楚了啊！我说我认出来是你，我不敢认呢 啊！我岁数也大了，我眼也花了，我不敢认你啊！我不认了。您怎么了？咱们打小一块玩啊！哎，现如今你怎么这样了？落魄了？我眼泪都下来了，把我自己的经历一说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啊！全说完了，你也很难过呀！哦，哗，哭了，裤子就湿了。那是尿了，那是泪如涌泉呐、啊。那也没留这么些的，很难过。你甭管了，有我在，我能让你吃亏吗？啊！从怀里掏出支票本来。嚯、哦！各位，什么人出来用支票本啊？啊！于谦呢？掏出支票本，打裤子里边掏出一杆金笔来。哦，纯金打造，嗯、钻石的尖儿，就这钻石半斤多，知道吗？哦，拿过来要给我开支票。金笔有日子没用了，哎，二怎么写啊、嗯？文盲啊，我是。写完了啊，屁股后边蹬出一串钥匙来，哦，其中有一大戳子，嚓，撕下来，给你。这是我拿过一瞧，100万，给您那么些钱，给我100万。哦哦，我不敢相信呐、啊。那是举着这我傻了啊啊。啊这是真的吗？嗯嗯，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呢？不相信，我一把就把你的手抓过来，搁在我嘴里边，靠！干嘛？我看看是不是真的。您咬我手看真假呀？是真的，是真的。嗯，你也很高兴啊？是吗？是真的就好嘛。哎，呵，实在不怎么样。捧着支票站在马路边，我是泪如涌泉呐、啊。于老板开车门上车，扬长而去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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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还是这三蹦子。一股黑烟笼罩了你的德国车，啊、我振臂高呼、啊：“孙长老受了神通吧？”呵，瞧不见车了都。一跪一见，交情乃现啊！这就这么讲，一死一生乃见交情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还得拿咱俩做比喻。哦，那就比喻吧。怎么说呢？嗯，说你吧，啊，于谦，我于谦可不是今天说相声的于谦了，我的身份是，你是一个18、9岁的大
小伙子，哦，还年轻，刚上班啊，呵，精神头也足，精气神也足，啊，走到哪儿一瞧着，呵，精神焕发。哦，在家里边晚上下了班，吃完了饭，洗洗澡，换换衣服，把头梳一梳，哦，换上自己很喜欢的一套服装，小白裤子，白皮带，精神，上面穿一个白衬衣。哦，那年头兴这个，一身白呀，啊，要想翘一身笑，啊，对吗？对对，对不对？这个，那时候是这么说，大尖领子，嗯，呵，衬衣，后来现在不行，都小领子，那是兴大领子，大尖领子，大尖领子，对，喷了4斤香水，嗯，论斤呢，闻着身上跟偷吃羊屎似的，嗯，喷着什么香水啊？打家里出来，很高兴啊，嗯嗯，街坊打招呼，哎，谦儿回来了，啊，出去啊，没事，耍流氓去，嗯，这，我出耍流氓去，搞对象去。搞对象也不叫耍流氓啊，青年男女搞对象嘛，是不是，啊，出去了打对过来一姑娘，哦，没有这么好看的，太漂亮了，哦，你站在后边高兴，啊，小妞给大爷笑一个，这姑娘一回头瞧见你，那个人封建，哦，很轻蔑的看看你，嗯，哼，拢了拢这四根头发呀，哇，您就说秃子就完了，你得意这样另类啊，这个另类，啊，你有这想法，你愿意娶一个这样的女孩子，哦，啊，你娶她就算行为艺术，你知道吗？什么行为艺术？很高兴啊，啊，哎，过来过来，女的看你，大流氓，哇，跑啊，啊，电不灵腰，唰，快，你得跑啊，跑，人家喊歹流氓呢，啊，做贼的心虚，是是，跑吧，跑，这事儿发生在劲松，哦，3分钟你到石景山了，啊，哇，跑那么快。哎呀，蹲在马路当中歇会儿。啊，哎呀，哎呀，啊，哎，哎，一看就是热了。哎，像话吗？正歇着，正歇着呢。啊，又打门头沟那边，呜，来一辆救火车，消防队的车。哦， 哦， 哦，啊，又打你跟前，腾就过去了，很愣，你吓坏了，啊，你往后一躲。嗯，车过去，你很生气，是太不像话了。嗯，哎，看不见了，拿手一摸，哎，我那脑袋哪儿去了？撞上了？没撞上，他给带走了啊。好嘛，还不如撞上呢。通线着火，送通线去了啊！脑袋，你一摸这脑袋没有了。你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呢。啊，一赌气死了吧，咣！这是赌气的事儿吗？这个死这儿了，躺马路当中了。啊，一会儿啊，市政的那个压道车开过来了，压的那平啊，您这解恨呢是吧？压平了，压的倍儿平啊，啊啊，压平了。哎，转天大太阳天，呵，晒。连晒3天、嗯，这人没了，人间蒸发。哇啊，人间蒸发！外地的车开在这纳闷儿。嗯，哦，不让右拐，直行啊。好，嗯，你大尖领子白闹的。嗯，大尖领子啊。嗯嗯。明，嗯，儿出门得换身衣服。盼着吧，盼着吧。过了有1个多月，将近2个月。哦，哎。门头沟那边有农民啊，嗯，赶着大马车上北京城送菜的，哦，马车就停在你那个你那遗迹那个地方啊，你就说停那儿就完了。哎，马车放水啊，放水，马车还放水，嗯，马放水啊，嗨，行，哗，呜，泡起来了，泡起来了，我拿马尿给泡起来了，啊，都发起来了啊，哎，这是个玩意儿，这是啊，什么玩意儿，啊？报警吧，一会儿警察们都来了，这好玩，这个。这谁这是，啊，翻吧，一翻口袋翻出来了，啊，这是身份证，哦，于谦，我正打这过呀，啊，我说怎么了，啊，我认识啊，对，于谦我们好兄弟呀，啊，嗯，我办这后事吧，哦，这棚后事我来，是找肇事的车辆，啊，把这后事都弄完了，上家送信儿去，哦，这最难上家送信儿，为什么，你想啊，上家里说去，你们家里边没有别人，就是你跟你父亲爷俩过生了，对，老爷子89了，是是，老来丧子大不幸，对，你怎么跟老头说，没法张嘴，您儿子没了，保不齐一句话老头也完了，那可不是，就怕这个，我这心呢噔噔噔打小鼓啊，讲究方式方法，就怕这个啊，那也得去 啊， 啊，是吧，接着窗户一瞧啊，我眼泪都快下来了，惨哪，啊，你好几个月没回来呢，老头孤身一个人多可怜呢，啊，这会儿在屋里正涮羊肉呢，我爸爸缺心眼儿吧，我爸爸这儿点着一个大炭锅子啊，这还一个电的啊，电锅子，俩锅子，俩锅子，羊肉片，肥牛，嗯，虾，鱼片，蟹棒，还挺，还有40来点青菜啊，哦，
是白酒、啤酒、红酒、黄酒，还有小菜儿啊。老头自个儿坐屋里拼了四张桌子啊，好嘛，坐着吃。我烟熏呢，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，是啊，满脸红光，89岁的人了，就是满嘴的牙呀，掉了，还剩一个牙。是是，哎，可是吃东西呢，还塞牙了。剩一个牙会塞牙了？他吃藕套牙里头了。呵。就这什么都吃就好不了。吃，我赶紧进去了。哎，老爷子，老爷子，吃饭呢？啊，对，别吃了，别吃了，我是不得不来，有事儿跟您说一下啊。啊，于谦啊，于谦让车压死了。您说呀？脑袋都裂了，啊，剩身子跟地上，嗯，压平了，拿马尿发起来了。讲究方式吗？这叫讲究方式啊！您这把老爷子也给弄死是怎么的？你爸爸听完一咬牙一跺脚，把那虾递我。嗨，没染我这茬儿。拿个杯，拿个杯，嗯，来来喝酒，喝酒，来还喝呢？我说老爷子，您别说话，别说话，嗯，给我倒一杯。哎，来，嗯，两只小蜜蜂啊，划，别划拳了这。别划拳了，这好灰屑，你知道吗？什么灰屑呀？好灰屑，死了都。就说是喝完酒，老头我累了，我躺会儿啊，睡了一觉，睡一觉。哦，我说我也躺会儿吧，躺了会儿，俩人睡觉了。5点半起来了，老头坐起来了。哎，你是说于谦死了吗？啊，这才想起来，我说是有这么回事啊，人家抚恤金也拿来了，赔偿，啊，这是400块钱，您给看看啊。这太少了吧？这点一点，老头看看啊，你拿200给啊，这还有回扣，啊，有好事大伙都来着啊。这什么好事儿？这是啥意思？说这意思没听说过。这一死一生乃见交情，这交情见得有点厉害，这是不是啊？要说最了不起的，得说是脱妻献子。这又怎么讲啊？脱妻献子这个，今天时间有限啊，嗯嗯，咱们改天有机会再给大伙儿念叨这个事儿啊。别去，别去啊，别去，您都说到这儿了，这交情，这见交情的，这您讲讲，你非得听啊？是啊，您说说，我不明白呀。你要舍得死，我就舍得埋。我干嘛还那意思，还得说我？没有，我就事说有我。哦，这里还有您。哎，我可爱说这个，我很激动啊，我现在很兴奋啊，各位啊，谢谢大家支持我们啊。您讲，有您我就踏实了。轮着我说这个了。啊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得从您说起来这个事情。哦，还是有我，不是今天的于谦了。这回是75岁高龄，哦，长年纪了，一个老艺术家，好，相声泰斗，相声权威，好，中国相声第一人，没别人了。您每天下午准时在天桥乐剧场的门口摆摊说相声，嗯，了不起。嗯，我还摆摊说相声。呼，每天观众乌央乌央的，达10多个人之多。就说没几个人呢，爱听您相声。每天在这圈外边有一人爱看您，西装革履，嗯嗯嗯，穿得很讲究。是，听了好几天，这天跟您说了，说什么？于先生呐，哦，听了您很多天了，是是，很喜欢您讲的相声。还南方人啊？我不是这边的人。哦，啊哈哈，我祖籍是广东，广东人。但是幼年的时候随我的父亲呢，嗯，到南洋去发展。哦，啊，新加坡一带，海外。对对对，我这次回来呢。特意到北京来看一看。哦，我很喜欢咱们中国的传统艺术。好，太好了。但是我很希望能够把您请到新加坡去演出。让我上那儿演啊？到那里一年呢是100万美金的年薪。哎呦，这可不少。一共是5年，你们感不感兴趣啊？哎呦，那太感兴趣了。这个一听这你高兴坏了啊，鼻涕泡都乐出来了啊。那个马路边一天挣多少钱？就是救命星来了。嗯，好，我听您的，我去。嗯，丑话说在前面。哦，只是您一个人去，不可以带家属。一个人能答应吗？这你琢磨这事儿，按说人家说的有道理，你带家属多一份挑费，又是钱呢。人家请的是你的演员，对，没有请你的家属。哎，可是这5年下来500万，这个诱惑力太大了，这得去呀。在去与不去之间啊，于谦心里边来回的折腾。哦，尤其您这会儿是刚结婚。嗯，等会儿吧，刚结婚。我85岁了，刚结婚。75岁啊，75岁。哦，年轻10岁，年轻10岁。哦，75。你一生婚姻很坎坷。
是啊，第一次结婚时是九岁啊，那阵父母包办，我这那阵叫童养媳，小孩娃娃亲，那也不能天上一脚地上一脚，就是那阵你九岁，你那个媳妇儿也没多大，哦，46是吧？这就不小了，没法过是吧？啊，后来这一生呢，又结过两次婚，哦，啊，一个呢是跟你徒弟跑了，啊，跟我徒弟跑，还有一个呢是本家给领回去了，啊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所以你一咬牙一跺脚这辈子没结婚，我就不结了，一直到75岁的时候，嗯你遇上一个下岗的香港小姐，这香港小姐还有下岗的，就不要了，人家那边不让她干了，选新的了，她下岗了，嗯哎，落在你手里边了啊，两个人结了婚了，嗯，刚结婚没三天发生这个事儿了，这刚三天你说怎么办吧，你是去你是不去，舍不得啊，去的话媳妇怎么办，不去的话舍不得这500万，嗯，可是话说回来真去的话这个媳妇怎么办，哦，整个中国嗯3亲6故一个没有，没亲朋友也没有，嗯，而且在北京地区就我一个朋友，嗯，你说你这媳妇托付给谁呀，那我就托付给您吧，那就托付给我你乐意吗，您还别客气，您说的我就没人了，我不托付给您我托付谁呀，啊，我话说的简单可不这么简单啊，嗯，他那个年纪我这个岁数舌头根子底下压死人，有会说不会听，跳进黄河洗不清，我得顾全这个，您是顾脸面的人，就是啊，啊那怎么办呢，你答应了啊，坐飞机走了，哦，把你媳妇留给我了，嗯，我得管你啊，你们家住哪儿，劲松，对，挨着曲艺团啊，嗯，你这一生的为人多少人憋着报仇呢，我得罪那么些人呢，我得管呢，哦，怎么管啊，我要是天天过来不现实，嗯，怎么办呢，想别的方法吧，怎么办，在河北省固安啊，固安租了这么一个院子，哦，哎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嗯，左不是坑右不是井，前面是坟地，给我媳妇搁炮楼里吧，租这地儿啊，特别清静，哦，弄个车把你们家东西都拉过来，哦，把嫂子接着来，嗯，您住这儿啊，门一锁我赶紧回去，到时候定点我得来呀，啊，送东西，柴米油盐酱醋茶谁管呢，都得我管，您都得惦记呢，开车来了，嗯，到这儿踩住了，把东西一样样弄出来，嗯，搁在台阶上敲门，嫂子那个米跟油我弄来了啊，嗯，啊那个葱姜蒜也得了，在箱子里头了，哦，还有菜跟肉您赶紧搁冰箱里边啊，哎哎哎，我走了，你送进去别走啊，走了，我走了，走了，走吧，您这说走不走怎么意思，这你怎么了，你打人干嘛，你废话，跟我媳妇这满脸跑眉毛干嘛呢，咱不能上屋里去啊，您不得进去送去吗，那嘿呀，你回我呀，你啊，他那个年纪我这个岁数，有会说的不会听的，舌头根子底压死人，跳进黄河洗不清，我得顾全这个呀，还是顾脸面，接长不短，每个月都得来一趟送东西啊，嗯，天天花钱不计其数，那是这个钱可没边啊，又置一家，啊，光出不进呢，这是知道吗，啊啊啊啊，又快到年底了又来了，干嘛，牛肉啊什么鸡肉啊鱼啊这些个过年应用东西，嗯，都搬来了，都搁在门口，嗯，聊完了拿出一信封来，里边5000块钱顺着门缝扔进去，嗯，谁花钱，我，您干嘛顺门缝，您这年纪他得花钱了，我得搁那儿啊，送进去，呵，他那个年纪我这个岁数，有会说的不会听的，舌头根子得压死人，跳进黄河洗不清，我得顾全这个呀，还您顾脸是不是，啊，哎，这将近一年了，我又开车来了，啊，到这儿一箱一箱的搬啊，苹果又来了，山楂啊，山楂面啊，红果片啊，话梅，酸梅，等会儿吧，青梅，等会儿吧，喂，奶粉，花钱无数，可是您花这钱都活该知道吗，别往这儿倒腾酸的了，怎么意思，这是没有，他要小食品啊，要小食品呢，啊，是不是啊，这都花钱无数，哦，等着吧，年年花钱，到最后您来电话了，哦，5年期满该回来了，哦，我回来了，我得送信儿去了，好，这回不能不去了吧，得进去啊，到门口把车停完了，嗯，来到这儿掏钥匙，掏钥匙，哎呀，累死我了，一进门啊，嗯，你媳妇儿那正给孩子喂奶呢，都有孩子了，把外衣脱了扔炕上，嗯，擦把脸，哎，倒杯水，哦，是，
那倒不客气啊。哎，坐在炕边上倚着那被垛，哎呀呵，哎，嘿，哎，嗯，小潘，我媳妇姓潘，金莲，我媳妇叫潘金莲，金莲，他来信了啊，他来信儿，他说这两天就回来，嗯，你瞧这事儿怎么办吧？哦，你媳妇儿举起，哎，哦，怎么办？嗯。反正事儿也这样了，嗯，爱怎么着怎么着吧，啊，他倒豁出去了。那你把你们老爷们的事儿呗，是吧？嗯、我听你的，独属墙买完了啊。这是举起啊，这个，这是跟你举起了。你瞎说瞎说，他那个年纪，我这个岁数啊，舌头根子底压死人，有会说不会听，跳跳黄河洗不清，我得顾全这个。您得顾全这个啊，您那这个啊，还不如我这个呢。您什么事啊？这你说话我就不爱听啊！那是能随便闹的吗？那个啊，怎么办呢？这事儿我们不管，你看着办吧。你看着办。亲命！正说着，一推门，二儿子回来了啊！老二啊，走到跟前，手里举小牌，写个让字儿：“爸爸您来了。”上还叫爸爸？再叫爸爸，他妈出人命了就啊！嗯，我告诉你啊。就这两三天吧，啊，嗯、啊，弄你们回北京，啊，回北京，咱家来一亲戚，啊，亲戚，长得那脸跟包子似的，知道吗？啊，就管他叫爸爸，嗯，喊对了，我给你买糖吃；说错了，把你撕吧北京，你知道吗？那么狠，那怀抱的那也甭告诉了，那小那不知道那个啊、嗯，行了，雇车吧，一车一车往回拉，要给你搁着劲松、嗯，房子重新刷好了，东西都弄齐了，我上机场把你接来，坐在屋里边吃饭，你坐正当中，嗯，点火锅，弄热好些个菜，买的烤鸭，你媳妇坐边上，两边是孩子，我坐的下垂手，嗯，端起酒杯来哈哈大乐，享不尽人间富贵，哎，这朋友你不得交吗？得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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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交你奶奶孙子我。您行的是什么事的？怎么了啊？怎么了？您这都不像人做的事了，知道吗？谁说的？我你什么呀？你这乱七八糟！你这可不对啊！我不对是你不对，这叫出言不逊，知道吗？什么出言不逊？你做的事儿在这儿呢，脏心烂肺！我不是脏心烂肺，我可是为了你好。你指不定为谁好呢？大伙儿可听明白了？咱俩还朋友呢，我可没对不起你。你这就叫对不起我。你媳妇儿雇完我花的钱租房子，你活该你！我白天一天天不进去，对你晚上还一晚上不出来呢，你。你跟我说这个，我还没找你呢，我好心当成驴肝肺呀！我跟你有什么好心？你姓于的，我就不用，这可就不对了。什么不对呀、啊？这叫不讲交情。谁跟谁有交情？你走的时候都75了，你管着管不着？你回来80了，你没有你的，你那岁数赶上范振钰了，知道吗？你管不着，你没有孩子，我没孩子有你什么事？你老于就绝了根了，知道吗？跟你没关系。有朝一日你死了，你怎么办？你少说这个，人家有人打分，你没有，用不着你管。撑死腿着，绑两块贴膊。我喊俩狗把你拉出去，那就没关系。我用我是为了你着想，你甭管。那你这样做可不对啊！谁跟谁不对？咱们天地良心，你甭管。说瞎话灯灭我灭，您甭说良心。我告诉你这么着，哎，那孩子是我的。你怎么意思？孩子是我的，您的孩子，一回来都80了，可不是吗？你有那个心，你没那个力了。老于家断子绝孙就毁在你手上了，你冤枉我！哎，你这心可长得嘎着窝了，你这样做可对不起朋友你。哦，您的孩子，那孩子是我的，是为了你。哎呦，您这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没听清楚，是你给冤死我了！不，我今儿死这就完了。哎呦，我郭先生，别，我错了，你这，我错了，知道错了吧？错了，那啊，过去，我错了，人不能这样啊！是，得讲天地良心。您说太对了，那孩子是我的，是您的，你媳妇生的，还一样。